狙击队真的太不给力了，鲨鱼猴皮都养的受不了了，他们居然还吃得下饭。哎呦，有没有狙击的啦？把把虾们打的真的很爽哎。虽然鲨鱼直播间人数貌似越来越少了，但起码也是千人直播间。哎，为什么你们都在直播间看，没有人搞我吗？没有一个人搞我吗？鲨鱼真是嘴硬，真是欠啊！不被狙击又皮痒，被狙击又烦。有没有放学不用补作业的狙击队满足一下鲨鱼？哎，不是哎。 你们是干嘛？才刚嚣张完，差点被吓一跳。小布，我鲨鱼还以为狙击队显灵了，居然坤哥吓到了。吓死我了！这坤哥还真有点活人，好像活人啊，这个逼吓死宝宝了。还没两秒半，又在洛基山脉收获坤哥，也不知道是鲨鱼运气好还是咋的，咱们自己来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貌似没多少坤哥。灭队！灭队！ 开局轻轻松松拿下4个淘汰后，队友也是认出自己海岛的明星身份。鲨鱼哥带我们吃鸡啊！鲨鱼哥，停止悲惨的吃鸡啊！为了比队友改得慢，没有比出生岛更合适的狗分点了。克里斯排到都是妹妹，你排到都是大鸡腿。白天和晚上的匹配机制和人群还真不一样，白天妹子稍微多点。那可能是白天鱼，晚上的差别吧。刚开飞机两秒半，后面居然来车了。刚走，屁股后面来了一个跑车。 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？开局自己如此叫嚣狙击队，鲨鱼有点怀疑。不会是屈膝队吧？哈哈，有点意思。你来试一下，你来出生岛试一下啊！现在鲨鱼遇到狙击队，都有点小激动了。哎呀，终于有人狙击我了，真是呀！没想到自己刚到出生岛，狙击队就开船紧随其后。来，哎呦，我操！ 鲨鱼立刻到岸边迎接，可惜这欢迎仪式有点水了。鲨鱼果然是枪法最真实的主播，到嘴朱飞了。不过狙击队除了上岛，已经别无选择。鲨鱼没必要干拉倒，尽点当小丑。虽然刚刚有点小激动，但现在鲨鱼嘴唇都发白了。队友过来支援一下，支援！我这来人了。 这狙击队怕不是敢死队，直接打爆鲨鱼飞机！快点！狙击队进洞鲨鱼就这样和他耗着，甚至还开麦嘲讽。等死吧，小逼！我队友来接我了。狙击队躲在洞里瑟瑟发抖，只不过他肯定莫要的出来。鲨鱼天神下来。 好家伙，这波要是没打过桌子就惨了。这狙击队建议多练。队友能接我吗？这小逼已经被我弄死了，就这种货色还能狙击，真是丢兄弟们的脸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没有其他狙击队，鲨鱼安全进圈，再次表演骚气极限打药。打针。对啊。极限打药。OK， 省了一瓶止痛药。 好家伙，鲨鱼打个药都有节目效果，不过这要是来音符，岂不是要天天提示违规？这或许就是鱼哥选择待在老家的原因吧。鲨鱼进圈后还不忘指挥队友一起。哎，我们进圈了，进圈了，跟着我吧，你们跟着我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你们再快一点，有点慢了。你可以不相信鲨鱼的素质，但决赛圈听鲨鱼指挥一般都错不了。队友还在后面磨磨唧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会发生意外，因为独圈刷新不提前站点，进圈队伍会越来越多。果然还没两分半，队友就被打了。 队友怎么被打了？等自己来到假车库站。